说说吧，怎么杀死女司机高颖的？坐车吗？平洲去吗？平洲，走呗，正好捎你一程。给你钱，假的，你给我换一张。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下午刚从银行取的。我说让你换张就换一张，快点！哎，你等会儿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等会儿，不让你给我把假钱换了，听见没有？让你给我站着，给我等着，站着！你放下！我少不赖是吧？我见多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把这钱给我，我报警行不行？ 救救我吧！你要是送我去医院，我身上的钱都给你，还有2000多块钱，我把银行卡里还有10000多。
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不送你去医院。 进来。顾准，怎么样？非常顺利。出人意料的事，他没有任何的抵赖和推诿，对伤害高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全都交代了，没有任何的疑点。那第二个案子呢？陈志燕呢？他左手的咬伤，而且他自己都掉了，就是想逃跑之前弄点钱，觉得女司机比较容易下手。 现在就差提取他的 DNA， 然后验证跟案发现场提取的是不是一致，这样证据链就完整了。已经在做了，您放心吧。他右手手腕上确实没有纹身。没有。顾准，这案子都破了，你还不回家赶紧休息？我再待会儿。好。哎。 坐，聊聊。虽然这案子破了，可是我心里有内疚。内疚什么呀？可以说，是我给了常生明第二次翻案的机会。如果我能早一点听取你的想法。 可能就没有机会，也不会带着大家走这么一段弯路。归根结底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您不能这么说。听我说完。虽然有内疚，但这次我也很欣慰，因为在这个案子里，我看见你长大。 成熟、老练了、冷静了，不再是那个莽撞的、浮躁的林志华了。看到这些，我很高兴。顾晨，我能亲耳听你这么说，我心里才高兴了。小林子，其实叫你小林子。 你真的不小了。想想那时候刚进警队的时候，20多岁，毛头小伙子。现在一转眼，奔中年走了。
我呢，奔老年走。哪儿啊，顾驰？你精力有时候比我们还充沛。我可是你一手拧进幸运那大门的，我还期待着跟着您后头啊，一起破更多的大案和要案。你想得美，你不能永远在我翅膀底下，该单挑了，是时候了，明白吗？跟秋冰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哎，老钟你好。哦，雪先生，我们家老顾啊，一个月都没回家了，他怎么样？身体还行吗？他挺好的，现在精神头挺足的。挺好，挺好，你放心啊。那老顾今天能回家吗？啊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他应该回去啊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老钟，谢谢。钟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在想一些事儿。还想什么事儿？这案子不都结了吗？这案子是结了，可是我在想啊，这个晚上出租车司机拉夜活太没有安全保障了。你看最近这几起出租车司机被劫呀，甚至被杀呀，都因为晚上拉客出城。我在想啊，我们能不能向这个市局的这个治安部门建议一下，让他们制定一个措施，比方说晚上出租车再出城8点以后吧，争取做到人过留影，车过留牌。你的意思就是就在我们设的这个所有的路口，只要是出租车车上有人啊，甭管是几个，连人带车牌全都记住，登记，啊，全都登记。嗯，这个办法有点拙吧？是，应该有效果。这样，我过段时间我跟吴局汇报一下，看看他什么意思。好，啊，嗯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赶紧回去，刚才雪玲打电话说让你赶快回去呢。好，回去。回去好好睡一觉。嗯。你怎么没走呢？姑娘还没下来呢，一直。部队没下来？是啊。他一直就没下来。对啊。顾明，顾明，顾明，老顾，快来人！老顾，老顾，顾驰，顾驰，顾驰。
别喊了，马上送医院，快！快快快，打板，打板。最后的整理啊，封存好，有什么问题找陈小璐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哎，雪亮。哎，我们家老顾还没回家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是这样，那个顾明他去医院了。医院？啊，你别着急啊，他这两天可能是真的是太忙太累了。有点不舒服，不过现在我们马上就赶到医院，啊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医院会合好不好？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啊。极限了，所以他就是这么性格，只要上天上那就不要命了。这个郑国夏国强，你呀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及时沟通。好的，何局长，那您先回去吧。进城办事儿，到你们单位去看你，才知道你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就是赶到这儿来，哇，还给你带点礼物。哎呦，可千万别，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。没什么，你看，您这是莲子，哎呀，是我下湖自己采的，还有这是醉蟹，也是我自己做的，都不值什么钱，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呦，好，那我就。接受你这番苦心啊，您坐啊，行。哎呀，顾队，我一看你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是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了，累倒了。没事儿。哎呀，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，老李，你放心，你母亲。
亲的案子一直在我心里，等找到合适的契机，我会重新调查的。谢谢，谢谢顾总。哦，你们是不是在谈工作呀？啊，没有，这是我们重案大队队长林志华。哦，哦，你好，林队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年轻有为啊！啊，那顾队，那这样吧，你忙你们的正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等我下次进城的时候再来看你，你保重啊。行，你再来的话去我家吃饭。哎，好，一定啊，保重啊。嗯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好，慢走啊。哎。这人就是李浩文吧？对，人叫啥呀？对，困扰了我十几年的一个案子，一想起他，我心里面就堵了，就不安。我知道，这一直是您的一块心病，心有不甘呢。十几年了，你看看，这李高文头发都白了。对于他母亲的死，我到现在也不能给你说明。一个想法，你是想重新来调查这个南郊杀人案？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勇气跟您提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留下的线索非常少，唯一的证据就是在现场遗留下来的一枚指纹。不知给我打过招呼吗？你是来盯南郊杀人那枚指纹的吗？没错。我问你啊，你说真的只要是当年那名案犯的指纹入了这个指纹库，在于咱们在原先在现场取到这枚指纹一比对，如果比对吻合的话，是不是一定就能确定这个罪犯？嗯，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不过这么些年还是没有踪迹。按说现在的技术条件够先进的，整个系统是自动识别，每一秒钟自动联网比对4.8万枚指纹。想当年顾志破这案的时候，全人工了，整整100天，动用了好几十人，也就比对了2万枚，反正是累得够呛。我觉得，犯过那么多恶性案件的人，早晚有一天都会在指纹库里现形。郑主任，这个卷宗你有印吗？南郊杀人，怎么了？我想问问你，关于刘青宇这个人的情况。刘青宇，爱吃包子那小子，哎，他跟你打过交道，齐大姐母亲诈骗案，他还帮过你忙吧？没错，就是这人。
我重新翻看这些材料啊，我发现刘青雨跟你举报过一个人，彭朝洛，他俩是狱友。我去抓彭朝洛这小子的时候，让他溜了，没验成他指纹。他现在是南郊杀人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。怎么，有情况？你怎么坐这儿？等你啊。上一次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来得及正式跟你道谢呢。用不着，都这么多年的战友了。有一句话呀，叫功则相救，退则相护。哎，你是不是还在研究南郊杀人案？对啊。有头绪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我能参与吗？你有兴趣？嗯。自从进刑警队以来，我一直知道这个案子是顾志的心头病，我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。合着说了半天啊，你不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顾志。那你到底需不需要帮忙？跟你开玩笑啊，求之不得。警官，慌什么？我过来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给你倒茶。我问你，十多年前有一起南郊杀人案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杀人案，没印象了。当时你在拘留所，你向警方检举了一个人，叫彭超路，你说他就是凶手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带出去，继续关紧闭。江锁，这不是包子，这次不是包子。那个彭超路，彭超路，对，哎，是这么回事。当时吧，我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证据，我就是凭直觉，还有我的经验，我觉得这人身上肯定有事儿。你当时为什么会怀疑他？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种直觉？凭的什么经验？警官，你看啊，当时我们都录了手印，他没录，他右手烧伤了。但是啊，警察刚让我们录手印的时候，他神色特别慌张，手直抖，右手。就这样。你们要查十二年前的档案资料吧？对，这个人叫彭超路，12年前在你们这儿关押过半个月。您帮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相关资料，比方说他的身份证号码或者照片什么的。啊，那应该是94、95年的档案吧？对，就是那会儿，大概是6、7月份的样子。六七月份，那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5年前还在老的办公楼，下大雨，档案室进了水。94、95年的档案资料全泡在水里了，没法看了。当时我还在档案室工作，为了这还受到处分。
那你能不能帮忙找一下当时在这儿工作的人，让他们帮着回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想起些什么来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们上面每年进来出去得好多人，再说这件事都过去十几年了，真的没法查。很抱歉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以前干过户籍，这条线上的人你比较熟，能不能先找出所有叫彭超禄的人，然后在这些人当中找出40岁左右的可疑者，想办法弄到他们的指纹，一比对就全清楚了。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正好我户籍处有个同学，我可以找他想想办法。哎，这两年局里不是搞了个清水行动吗？就是专门收集有犯罪前科人员的基础信息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查查看。还是你细心，我马上就去。贾小云，林队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看你就是不关心我。我跟卢涛结婚了，按规定两口子不能在同一个部门，所以顾之意把我调到这儿来的。恭喜啊！你查资料？对，我查个人，有前科的。咱这库都是些有前科劣迹人的基础数据，以前那些人底数不清，行踪不定，资料还不齐全，不好控制也不好找。现在方便多了，那你自己查吧。好，有事叫我啊。找到了9个叫彭超禄的，但身份信息明显跟咱们要找的那个不符。林警官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能老蹭你的茶呀，今天尝尝我的。嗨，您太客气了。行，那我收下。我这还第一次喝警察送的茶。再帮我回忆回忆啊，你在拘留所的时候，同屋一共有几个人？叫什么？有什么外号？性格、外貌、长相，最好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的？我们屋当时有六七个人吧，有一个叫李三儿。过江龙，外号过江龙，就那个胳膊上一条龙那个。然后他好像现在是开了个五金店吧，联系方式我没有，你应该能查到。还有一个姓向，对，向秃子，光头，个儿挺高，是什么罪来着？也想不起来了，不过应该能查出来。林警官。林警官，那个像秃子记得吧？还有一胖子，那胖子穿一紧身衣，都这样的呀，然后挺壮啊，流氓罪。我都没有联系方式，这你估计都得自己查查。然后还有，哎，你知不知道他们这几个人当中，有谁跟彭超禄走得比较近的？啊，陈金贵，这人不太爱说话。所以具体他有什么事儿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比较安静。哎呀，我们那里头啊，真的是都是极品。师傅您好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哦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姓彭的呀，很少说话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去找找胖子呀，再不行，你们就找找张大奎。头几天啊，我们刚在一起聚过。劳驾，把手机递给我。哎，帮我点开通讯录。啊，往下翻。我看一下。哎，就是这个人。
哎，喂，张先生吗？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，想跟您了解点情。喂，喂。哎，张先生你好啊，麻烦一下，我们需要您配合一下，我们想了解一个人。好像是江州人吧？不对吧？我记得好像是平州人。不是，他说的是江州口音，不是太明显，好像有点儿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去问问胖子，胖子是江州人。胖子，行，谢谢你们，走。哎呀，江州人，我求求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，以前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提了。你说这老三也是。我跟彭超路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，他怎么能瞎说呢？哎呀，江州长，您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行啊，行吧，谢谢谢谢。我应该想到啊。什么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早就应该想到。想到什么？彭超路应该在江州。那我想办法在江州查。走。指纹一旦上传，咱们一定能找到。反正一有比对本科的，马上告诉我。好。林志华。怎么样？有发现。我刚才接到户籍处同学的电话，按照咱们给的排查条件给筛选了一个范围，这三个人的资料非常接近，你看一下。彭超富，彭东江，彭德禄，两个四十，一个三十九，曾永明都不是彭超富。曾永明有可能不准确。但是按照这三个人的年龄、外貌和经历都跟咱们掌握的彭超路的信息十分吻合。当然也不能完全确定彭超路就在他们三个中间，但是已经十分接近了。我得去一趟江州。你们知道这个人，这就好办了。好，再见。运气不错，找着了。你们要找的这三个人都留有指纹，比如这个彭东江，在半个多月之前，他因为酒后偷了一辆自行车，被王刘镇派出所的人给抓住了。因为情节比较轻，也就批评教育了一下，罚了点款，留下了指纹以及血样等个人信息，就把他给放了。放了？他不会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想啊，他情节那么轻，尤其是被处理过的，那他跑什么呀？徐队长，你能不能立即把这三个人的指纹上传到网上的指纹系统里面？我想马上比对一下。没问题。三枚指纹都已经入库了。现在就比对。这个不是。这个彭超富也不是。还没有消息呢。等结果是天底下最折磨人的事儿。真希望这三个人里头有一个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枝头飘零，
往事一层一层时间里堆积，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遇见的人有太多已经记不清，是什么会遮住视线，我们有时也会对选择犹豫，可是最初的梦发下的是痴心的爱，抹不去如此清醒。